你会紧张吗？不会，因为我也想吃。哎呦，肚子有点饿，可以给我一点东西吃吗？好吃吗？不要了，这个也冲下车吃了。谢谢大家。每年都有，好。不得等一下随机，人家在烤肉就下去要一根香肠。剪刀石头布，刀石头布。你会紧张吗？不会，因为我也想吃。啊，你可以要我们四人份的吗？我输我讨，还要分你们吃。哎呦，肚子有点饿，可以给我一点东西吃吗？好吃吗？靠起来再吃，哇！可以再吃一点吗？可以再吃一点。好啦，要不要吃？没关系，车上还有人吗？没有。不要了，这样点。啊，这个也冲下车吃了。那个，啊，你们跟大家谢谢，谢谢大家。每年都有。每年都有，好。有没有看到妈妈？有没有？妈妈，这里。有看到吗？妈妈快来听，这就是你爱你的时候。大小顺流相遇，一个敢问，一个敢答。那个来，听起来超有气魄。晴儿，我妹，这我妹。这个有什么病啊？上车，欢迎来去。社牛哥就这样走向店员。帅哥，我妹说你很帅，那这个可以给你压一句吗？但是我现在上班，不好意思。好，没关系，谢谢。你不是说很帅？耶，来看 Barbie。耶，妹妹表示可以小声一点吗？嗯，是我最爱哥哥了，对不对？你们也想要有个社牛哥哥吗？留下你的想法吧。
什么？嗯，难道情啊？哦，热情，对对对。对对那不是热情，是疯狂。我猜十五分钟后只剩驾驶醒着，司机当时感觉害怕极了。现在时间11:25，刘老师准备要搭上11:30的火车。是准备在赶着，好几个都在赶火车的感觉。大家在赶桃园的捷运，桃园的捷运，大家在赶桃园捷运。现在时间11:25，刘老师准备要。搭上11:30的火车，究竟能否成功？准备跟他的车。快快快快快快！我现在上了手不定，就不行了。是准备的还是没有？好几个都在赶火车了，感觉。我在赶火车了。大家都在赶桃园的捷运，桃园的捷运，大家在赶桃园捷运。快送到这边了，老师加油，赶快冲刺！拜拜，冲刺 Go！ 袁波说明自己每天都从桃园到台北通勤，这天在台北因为与朋友聚餐太开心，不小心踏上了赶末班车的旅程。事后也笑说久久赶一次就好，这样跑真的会数掉。粉专咔嚓咔嚓爱分享近日 PO 出影片，并表示录下板桥府中通勤族奔跑景象的画面，特别是在早上7:30左右人潮最多，许多人为赶时间甚至不惜闯红灯。画面中可见许多人急速穿越中山路的斑马线及前方徒步区，直至过了县民大道才放慢脚步。而这短短32秒影片引起广泛讨论，因为要赶县民大道不到30秒的绿灯，没赶上的话，下个绿灯要等至少99秒。如果县民大道的行人绿灯能比重庆路的晚个1分钟，大家就不用跑了。